我操，就这尿裤子，不减肥我还肥吗？今天主播试一下，然后给你拿个碗，睡前是不是？没有，看我之前的话，想了这个台词，我就说一下。那主要大家也是因为也怕你们吃到饭，就是支持嘛。我也可以安心睡了。这才是真实，人家肯定要需要兄弟们支援一下，对不对？不支持怎么行呢？不然怎么搞？行，怎么过去呢？江江，我不喜欢这个名字，我换一个。我以为我完蛋。谢谢家人们支持。我以为我完蛋了。谢谢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。我本来以为我啥也没有。有他们健身了，可以。他们出国他不走零点，我刚来，还是撤退吧。念哥的，这话说的不存在的念哥，现在已经安全了，念哥现在也安全了。目标定低了，不就狠了？非常有的吃，但是都有潜质。说实话，真的定低了目标，刚才应该定两个国家。那就真没饭吃了。我都养不起。谢谢一路相随大哥的支持，欢迎念哥，欢迎念哥，欢迎念哥。对，我就把，我就明天放桌子上。要不要芥菜？芥菜我想吃吗？饺子。搞个蒸排骨。饺子好吃。吃一个。先吃饭。是吧？是啊，吃个蒸排骨。想吃饺子。安全那个。饺子也可以啊。您这话说的，念哥好大哥，你居然说这么说，念哥。扎心的那个，扎心的那个，你吃吗？扎心的那个，电话说的。这阿姨要不要吃？阿姨吃。是你先扎我呀！哎，我在说实话，怎么过来？要切多。那东西确实，我也是真的是。给你们看一下。就听你喊口号。哈哈，看。说实话，你说我们主播怎么能骗得到大家？大家伙都是成功人士，你们的话一个比一个猴精的，大家，我大家十个饺子。你说我们就我们这小孩能骗到大家？大家十个饺子，能骗到吗？不可能骗到的。大哥们开心，两份啊！大哥们真爱，对，也是看咱们小女孩，都是成年人，都是成功人士啊，是吧？谢谢哥哥们支持。那我真的以为我吃今天龙虾是红烧的，没有。你们看一开始我都不喊票了嘛，因为我觉得我应该没有。这直接吃。那啥酱油吗？醋。对，我上火。不用做两位当服务员嘛，说了一个火箭就可以。嗯。